微风真强，规个台湾的连续落雨落一天，从拜五开始气温会降十度到十五度。各地拜拜。哎，陈应俊，你做新毕业呢？我从来冇看过恁厝内的人来看你演出哦。阮爸爸死啊，阮妈妈是死嘛未来。各位家长，是的啦，今仔演出吼要取消啦。啊，那会要取消？我嘛是徛舞台，就算讲台下剩一个观众，咱敢毋是嘛爱照常演出？罗密欧是安怎？你叫做罗密欧？好个爸啊！你照着笑啦。月十一是老爷工作的圣诞，小蛋哦，咱来做出精彩好戏。你这司机哪是安尼开车啦？啊哈，路边那一台奥托曼，你向向撞出来啊！那就是台北轻科惯习啊啦，还袂堪要那风吹日晒啊！英良啊，后摆卖阁有来办的啊，现在传授啊。公公娘子啊，是甲这棒棒英良啊，还是棒阿君啊？风吹无记，你是你这个太快。镜头爱神游戏，是有教恁讲唔免尊重舞台就对啦。当日咧拍鬼，我带头啦。来啦，你著知恁老母的个性，去搞回事的啦。甲讲敢有效？阮妈妈都是讨厌我。这两个狗屎囡仔讲哦，咱这团的钱收少，买八团烟。我来做，做金鸡，敢未想过委屈？阮老师拢有教，干那小演员，无小角色。以后好气好气候，我要做的什么？哥哥。汪汪啊汪啊汪！